现在正是暑假期间，为了要提倡青少年正当的休闲活动，花莲县警局少年队周末两天特别在花莲市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来举办113年乐活青春杯3-3篮球斗牛赛，总共是吸引56队近200人参与，也创下了历年新高，其中不乏各校的校队主力，赛事的水准相当高。由花莲县警察局与少年辅导委员会、花莲县运动推广协会、后山篮球裁判组、花莲市公所共同举办的113年乐活青春杯3-3篮球斗牛赛，日前在花莲市中山公园风雨球场正式开打，避免炎热酷暑造成选手体力负荷。警察局特别提供消暑饮品及餐点面包，让选手们能吃饱喝足，有足够精神与体力应付赛程。市长魏家彦也特别到场为选手加油打气。赛事也结合预防犯罪教育宣导，县警局表示后续会办理多项有益青少年的健康休闲活动，如亲子钓虾、足球赛、歌唱及热音成果夏令营等等，希望同学们能够远离所有一切非法诱惑，并度过一个健康又快乐的暑期时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